怎么来从褒奖上判断古玉的新老呢？告诉大家一个诀窍，看古玉的褒奖不单单要看整体的平面，一定要看古玉上最细的阴线和最小的孔里边的褒奖是不是跟表面的一致。因为很细的阴线，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加工玉器的工具不先进，这个阴线每加工一次就相当于打磨了一次，所以说它加工过去的阴线自然会出现光泽。第二个，细小的孔里都有正反转旋转，不管是管钻还是挺钻，加上研磨砂反复磨损，随着孔的出现，孔的变大，然后孔壁受到一定的磨损，所以说它的光洁度跟表面差别不大，再加上入土以后有机制跟它发生一个置换，所以说古玉的褒奖从里到外，从孔到表面完全是一致的。当然还要结合入土的其他特征，它们之间的一个先后关系综合判断。